燕儿，你现在在吃什么？在吃海苔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海苔是什么味道？有一点咸咸的吗？有一点咸咸的，没有辣辣的。哦，没有辣辣的，对，因为月亮不喜欢吃辣辣的，对不对？月亮，你有没有要唱海苔歌？没有跟着一起唱火车快飞。这是海苔，一片接一片啊。海苔歌哦，海苔歌，好，你唱，请唱，请唱海苔歌。你刚刚不是说要唱吗？好多片了，你吃总共吃几片了？这个是十片。十片了，有那么多哦。